有扣的这个。哎，喷哦！他早上就是拿着两三件。来喽！哎呀，太重了！你帮我倒到那边就好了，你提高了没有？就把它倒进去就对了。它会跳的，不然应该是不会跳出来了。我那瓶子压这样刚好，麦搞死掉了。就是冰昏它啦，你要不然你到时候你要抬袋子，泡泡条里边来的。我应该都有三斤吧。我抬玻璃龙挂嘛，那个玻璃龙盖子当那个盖一下就好了。三斤半。哇，十斤啊！来啊！忘记呗，有人。啊！你管那个铁甲管那个压落，冰管啊，要贴在水面上把它压下去。多少钱？十块。一只十块，好吃娃娃机哦。平均一只十块。这帮牛血哦。搞到这。不用啦，人家水放干就管子插上去，我都无惊伊啊。我现在水还没放干。篮子爆炸没？
哦，先等。十八号就要进宅啊！啊，很难用。哦。用的唔差别，我家己会死去啊！你甲抓，佫跳甲抓袂掉，卖甲吓惊，佫家己倒。免。是袂使让伊搁跳嘞，跳嘞发热了，发热就不新鲜了。就是人做团客一挂解说啦，这么的变类似观光的养殖场，熟悉一下生产线。再来什么的？你听什么啊？你就装一袋，一斤一袋，一斤一袋。我在那个真空啊。手套好不好？手套。你爱几秋龙？你们是要一斤一斤的装吗？对。没有，我那袋在装真空袋的，真空袋在这边，那个是那袋啊。哦。因为想说这样就叫外袋不会湿掉啊，因为那袋再过来，不然你直接装真空袋，那个袋子会湿湿的。我们都是袋。那我一斤有这么多，这八百克，那你就这个就是，你要装那么多，装一斤，一斤一袋啊。我想讲买我想讲吼，这靠重有无？安尼较袂吨吨到一吨啊。哦。厚重。我厚重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来弄。你们可以先把其他的东西看一下。然后一个外带有没有，它这样就不用像你那天这样擦那个湿掉的地方。啊，你现在都收完了。哎，水姐容器多啊吼。啊，你今天早上自己弄啊？你早上自己一个人弄啊？哦，一个人弄不会很累吗？就这样子哦，就这样子。怎么了？就这样直接封吗？对啊对啊。你不把它推平哟？推平一点会比较是收的感觉就好了，不要太紧，太紧应该会破。那就这样子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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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流程就可以往前推。
越来越计较。我妈给人家引了100多斤，神经病。我说一尺那一尺可以收100多斤，我就全部都养那个就好了。14尺有没有？一个月收一斤，一个月收一尺，我就都不用工作做其他的。YouTube 都不要做了，团购的啊，啊，这种你给他加了次货的都嘛那个，那吃下去那感觉就不一样，差太多了。是40斤吗？应该是吧，学弟讲的话在。你要拍照了吗？我没有，我是录影。开始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对啊，40、48，41，要再扣掉自己那一包40啊，对。Hello， 然后现在这个是火焰花枝，那你会发现我们的布置会变了，因为那一天阿坤把它彻底的翻了一次。为什么要翻一次呢？因为呢，看一下哦，这呢，因为我们火焰花枝产卵喽，可爱吗？好，那这个卵大概有差不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差不多25到30颗左右哦。那它应该还会再生，所以阿坤把它重新布置一下，让它比较有一些可以平面产卵的环境，因为它喜欢产在这个岩缝下端，平比较平坦的岩端下方的地方。好，所以阿坤把它重新布置了一下。好，那希望它可以继续生哦，加油！好了，我们把它放回去哦。那我就弄出来，然后这个保育网放这边。对，我就装箱啊。你要开箱吗？还是要不用了？不用，没有了，没有那么郑重。我给什么，他们看什么，他们很随和，然后讲话都录进去。起嘞，真的很硬。对对对，那刚好在手提袋。7、8，只能送8袋。这个，峰哥你要叠好，不然可能不够。对啊对啊。我还有8包哎，包了自己要吃。这包你做记号，正记号，这个就看得出来了，好了吗？没了。啊，爱看没掉了，爱看没掉了。可以了，都可以。那你要地上那一件要捡起来。他们那个不拿过来。什么？
妈妈刚找的那个。没后座就后座啊，你们关系。